龙婆布，佛历2459年，宋叩佛，师傅，手压摩，背面指纹清晰。师傅是全泰五大药师佛，春五里第一高僧，全泰第一座山佛，全泰第一党将辈，全泰十大圣僧法术排第二，金达曼尼草药法门创始人。龙婆布大摩能湾宋叩佛师傅是瓦岗邦教祖师爷，九大圣僧是萨玛空评出来的，但是在泰国人心中有十大圣僧，那就是说龙婆布师傅当年在2452年参加了一场法力大赛，其中龙婆干第一名，龙婆布第二名，龙婆属第三名，龙婆岩第四名，龙婆班第五名，其法力和修为可想而知。其弟子龙婆普尔姆、徒孙龙婆遮都是著名的圣僧，并称瓦岗邦乔四三杰。宋叩是五大古佛之一，一般习惯被人称为富贵佛。据说在出土地方石碑上的古文说，有缘拥有及佩戴这尊圣物者，将来永远不会缺钱，贫穷也不会降临在佩戴者身上。而据当初出土时的贝叶经书中也说，佩戴者将免于贫困。事实上，宋叩还有着增强个人魅力与保护的功效。欢迎订阅本频道，了解更多佛牌知识。